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收看均匀园艺。吊兰很好养，但如果不管不顾，不但叶色不好看，还长得很缓慢。即使往水里撒一料给吊兰喝一口，吊兰窜长拦不住，还容易爆小吊兰。这料便是黄豆，用黄豆泡成的肥水是极品高氮复合肥，氮素在植株的营养生长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，能很好的支撑植物的生长，增加枝干的坚韧度，让叶片长得更绿更健壮。具体怎么做呢？其实最简单的，直接将黄豆扔塑料桶里加满水，再密封起来发酵腐熟即可。但这样沤制时间会比较久，想要快些的花友可以先将黄豆煮熟，煮熟是为了方便碾碎，之后和水一起加到塑料桶里沤制即可。当桶内的物质下沉，水发黑，臭味很小时，说明已发酵腐熟，然后就可以取出上层青叶，兑水稀释后使用。这种肥水肥力大，每月浇灌一次，吊兰营养充足，叶子不但长得快，叶色也油绿好看。坚持使用一段时间，整盆叶子往外窜不说，还会长小吊兰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关注哦，下期再见。